来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没有人来？你也不想吃啊，所以不来。大很大的鱼。去菜市场。不是不是十。这鱼不要。鱼不用，刚才不是有已经买了吗？对，还有还有这个姜碎，姜碎有这个海碎，还有红锅，一斤一百二。多少？八十。多少？二十二。200了，两百呀，两百零拿200块，那我赚一。